你从太空回到地球以后有没有，就是突然之间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太适应地球的生活？这也是个过程。刚落地的时候站都站不起来，前庭都没有了。当你学会了站，还得学会走，从站着再往能够走还能走稳了，可能就得一个月。但是呢，我们是飞了六个月，进了地球，进入我们生活的最熟悉的这个环境呢，恢复得很快，马上就把我们以前生活的习惯、生活的记忆就很快就能找回来了。超过了一个月之后，基本上天上的生活习惯就没了。那一个月之前呢，比如说这哪些方面还习惯性的带着这种太空当中的这种方式？很多。你比如说在天上一转身啊，一扭脸，一溜眼，一拉手，一推背，人就都走了。在地面只是想，哈、啊，我想过去了，一转身过去了，一想都过不去了，也想找一下漂浮的感觉，过不去了、这就是习惯在过渡。